给好，阿弥陀佛。顶一节啊，咱公告大乘佛法在中国发扬光大，特别是禅宗。禅宗修行的方法是打坐、抛香，这个方法也是调心嘅。你身体未健康？ 冇办法修行的。这固然是修定啊，但是这久了也未用的。一定要啊挖洞挖洞，就是爱起来叮当者，挖洞是运动啊，一跑步啊就跑向啊啊，应该做。那么。 炮香的是咱现在讲的啊，跑步啦啊，就是走。一定要用功，加饱加凶饱为用的啊，加了凶饱呢，容易昏沉啊，容易呢啊，这个肚鼓啦。如果不道呢，空空啊，这个。 想个腰呢，心也定不下来。啊，胃人胃肠无好呢，腰呢啊，这个脚手都皮皮差了。啊，心也定不下来。所以禅宗那边的阴心呢，是销量都惨嘛。啊，比讲，每一家拢家几衰啦，家无子但是一家进这变啊，一拜呢。 食少少啊，啊，因为食伤多呢，会昏沉啊，拢无食呢，啊，心内空，心也定未落来，所以不但食三顿，啊，要呢，另外呢，要三四多点心啊，主要平常三顿啊，啊，里日半道啊，一个点心。 啊，记个过去，在记得啊七八年前啊，啊，我到中国大陆安徽九华山佛学院啊，迄阵高调法师做副议定，请我去打佛七啊，去住七。 啊，那么这个佛七当中啊，啊佛堂因也是依照过去相同啊一些方式啊，所以呢，除了吃三顿啊，啊有点心啊，这个半点啊有点心。那么这是啊，这个饮食这方面。 啊，所以每一工啊，只工价拢是保持无忧无八，安尼用工才方便，才当得到真正的利益。啊，像个所在，咱拢爱明了，爱知影。重要的是功夫得来，啊，工钱呢？对三千年前迄一、那个时代人，真客气。 就是贵中不俗啊！对三千年前嘅人啊，是真适合。咱今日用这个方法，未必克机。今日这个环境无共啦，啊，所以都无一定啊，适合现代人啊。当然呢，啊，现代人有人这个环境有适合嘅，啊，当然是可以啊。一旦啊，叫这个。 或者这个这丁啊，这个祈灾啊，当然是上好了。那么咱宁波人来讲啊，真正如法的呼七是七干七夜啊，七眠七日拢无休息。环境跟山东那边差不多啊，只是山东呢，应该打坐抛香。 啊，那么念佛堂呢，有绕佛啊，咱、啊、是用行的，不是用走的啊。那么绕佛就像散步咁快，遐也是活动。那么有静坐念佛，有绕佛，有拜佛、啊。拜佛是非常好的运动啊，咱拜佛、绕佛，始终用这三种方法调心。 因此，饮,饮食也是少量多餐，保持不饱不饥啊，保持无枵无饱，这个功夫则真正的来。吃上饱了，一之间坐落来，就肚鼓啊，昏沉啊，不道康康呢？这个心啊，七上八下，啊，这个心啊。 定不落来啊，这也不行。所以，咸糖甲任何糖拢采取即种方式啊，就是少量多餐，这是常识啊。咱一定要知影，是根据咱生理来定的啊。咱这个身体状况，那、啊、么来定这个饮食啊，一量啊，一时间。 福建人讲的是管理原则，或制定的目标在什么地方，咱一定爱怎样。一旦达到目标，任何手段拢是好。属于选卡方便，无一定只用一个方法，一成不变。啊，这个方法甲可以用一用了未必得来。 每一个人根性不相同，每一个时代生活方式无共款，意识形态无共款，逐家业缘也不相同。咱学佛要知影开经机构远盖如来真善意。特别佛的四依法，甲咱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。 以了义不以不了义，以地不以色。地是智慧，色就是境界。佛讲人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咱自己袂使错会了意思。下面请看经文：如是时间，丁三七日。 王色秘密的门法国颜色何物？冰雹苏罗王，他的囝关了三七二十一天，三礼拜无钥匙啊！一德刚我们惊他家，德刚受八关斋戒啊！德刚呢要过听富留那给金刚说法。 所以，伊身体不但无歹，一工比一工较健康，一工比一工较快乐，颜色和悦，我是喜欢，欢喜充满，伊精神真愉快啊！那么，咱个继续看下面的经文啊。 这个竖帖数经本啊，第七十五页第五行啊，看这个经文，是二十六文啊，文修文甲，父王今甲有准在也啊，这段经文啊，真明显啊，咱也当看出啊，二、啊啊、十六王问这个。 修威、就是、了，修猛甲就是让即马讲修威啊，兵啊，工父王现在呢，是不是还阁低个呢？啊，那么在伊的想法呢，这五二十一间呢，大概已经啊无名了。奥斯王子独出重款啊，那么将业父军。 禁闭在新宫内面，啊，断绝伊甲外界往来，已经三七二十一甲。那么一想啊，一个人这么长嘅时间无饮食，大概就要死了啊。那无死嘛，半条命咯。啊，当然呢，伊无好意思，我讲死啊未啦。啊，毕竟是伊嘅父亲。 所以这个语气啊，还好一点啊。啊，问修位啊，伊的父亲现在一跌一步跌，啊，即种口气。那么修门的人都老实汇报，是修门人，别言大王国泰夫人啊，信多秘密，应乐圣经，持用上王。 沙文莫莲及富留娜从空而来为王说发，不可禁止。啊、这个红袖一出能出，啊，辛苦啊！那么搞这个面个面，你给我这个大王家，头啊，这两边人唔知呀。刚入去，纵使比发 所以即个秘密被周围人知影了。毕竟国王无下命令禁止伊的母亲看到国，王，所以也是随意往来。沙文莫建廉甲富留那，是用神通来啊，从空中来。 这个禁卫呢，无可奈何啊！啊，所以虽然其他的人啊，甲国王确实给抓了，但是这三个人特刚往来，无办法禁止。那奥斯王子听了啊，这个话非常受气，怎样？伊的父王也哇嘞！有叫你这么多人特刚去安慰啊，去接近你。 时而识时，文处恶意，怒气表外，五秒，是直，以直为判。三文恶人，犯血救术，另处恶王，多力不施，积极利剑，要害极妙。前面啊，讲奥学四王。 以恶心对待伊父亲，啊，这是待遇不多，啊，今日这段文啊，看恼伊苗亲呐，啊，将这个气呢发在伊老母诶身上，要加害伊苗亲，啊，搁再看伊呢，以恶心对待出家人，穆建连甲富留娜是释迦牟尼佛的十。 大地主之一啊，拢是政的阿罗汉的唔是凡夫，是圣人啊。这是从应怀迹象来看，如果从根本上讲，世尊讲了，因拢是高福再来，比菩萨地位也较高，所以高福。 道家旁助旁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，事先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正是所谓一佛出世，千佛应化。这里、個、来宾含着真深的艺术，佛在世，这里做学生，个个拢是好学生，从哪里来？ 古今中外，一个好老师在一生当中，遇到一个团人，都非常幸运。然后这么侪好学生，太侪太侪了，真是稀有。中国自古以来，一生当中团法上侪是险宗的六祖。六祖以前无任何一个法师团这么侪人。 六座以后也无一日，空前绝后啊，不可思议。六座呢，则团四十三人。释迦牟尼佛，咱看上水地主一千二百五十五人，拢是正得阿罗汉果的啊，咱才真正体会到佛所讲的。 一佛出世，千佛应化啊！那么现在地主是诸佛大菩萨各再来应化释迦牟尼佛，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。在教化当中，老师适当有一个啊！那么迄个人呢，为啥以老师为身份出现啊？那安尼呢，即、这个教学就破坏了。 用什么身份呢？佛的学生啊，以学生的身份来帮助佛弘法，众生多灾多难，未识颠倒，真在要紧的问题问未出来，也未晓问啊！有些人啊，歹托众生来问啊，咱想要問,问的话不？ 问个问题，全部代表咱问出来，在一问一答当中，咱在边啊听到了，明白了，开悟了啊，是安尼就会输。所以在地主啊，因拢是大圣来应化啊，毋是普通人。我是释翁。 以这个举止啊，对讲以这种行为啊，我意作弄做了，做的非常之大。后面这一句故事破釜合金啊，一个要想海月妙情那边的经文啊，讲时有一行啊。 名利外光，聪明多智，极以欺薄，为王助力。毕竟大王，行文批读论经啊，说及初以来，有诸恶王贪国为国，杀害其父一万八千，弥战文友无道害庙。 黄金为处杀业之事，有七里种，行不临门，是单堕罗。我定不以修主一处，使汝大神，说处恶极，以手按剑，却行而退、啊。那么这是讲啊，当时啊，这个。 有两个大神啊！啊，看到这个乌色色王啊，不太易秒清啊！啊，那个看作看作乌色王子不可以害秒亲，啊！啊，虎秒气温啊，的温最大。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这个人啊，出世啊，时时刻刻。 需要标清照顾，一时一刻袂使离开啊！离开喽，这个人啊，性命都危险啊！所以三年啊，这个养育之恩啊，从生下来到三岁，一时一刻袂使离开，这个温度太大。 所以，这两个人讲啊，这两个大臣讲，讲过去啊，啊，有个王子啊，贪这个王位啊，夺出这个王位啊，杀害父亲呢，要听讲啊，自结仇以来啊，啊，就个杀害父亲啊，为了贪这个王位而，但是呢，杀害表亲呢。 啊，无听讲过，啊，即、这个过失太严重了，大逆不好。中国古代教育中心的思想就是孝道，啊，教好帝王以什么来治理国家呢？以孝治天下，啊，伊就是这个孝孝。 尽好的好榜样，所以国例之中，虽然有五例啊，有五种的例，这类都是最具祖先摆在第一位。其他的例子啊，皇帝可以派大臣代表，唯独这类不能派代表，爱亲祖。 斋戒沐浴，主持斋殿。以前主持人啊，在斋殿的前三天爱斋戒啊。那么要安怎斋戒法呢？就像佛门闭关咁快。那么这三天啊，叫斋姜啊，把一切事情放下啊，一切人拢不接近。 那么就是，就亲像闭三更的关赶快啊，饮食起居有人照顾，有护关的人照顾啊，以及三更啊，把所有念头放下落来那么专心啊，想这个闭斋机的这个人，如果是在祖先，那么就想念也做仙啊，在仙的时尊 就是一举一动啊，甲经常讲的同款观赏，啊，想三江三洋，那么都该想来了，这行读行在啊，啊尼这期啊，真正感应度高，在这期的时候。 感觉到伊祖先到这个地方来接受伊的祭机，俗话讲啊，行者灵，在家不业，修圣定之心，啊，唔是轻轻菜菜，随随便便做这个样，那就不灵了。啊，迄种罪机呢，是空老佛祖无管你垮掉。 旧形式无内容，内容是真神，所以要三纲的在格，确实有讲明。佛法传到中国来啊，佛法也是建立在好多的基础上啊，无一尊佛不好浮庙，无一尊菩萨不敬师长。 本经后面有名文教何难？修学大乘佛法，在基础上爱修三福。三福第一句就是好用浮母，红事师长。所以对浮母不好，对老师不给你在佛法内面决定无成就。即使有成就，还是表面呢 表面做得更加好看，天花乱坠，与了形死出三界不相干。我一句话讲，将来应该安怎对了，抑是安怎对了。即、这个事实咱一定爱辨别。所以有人问学，学佛从哪里学起呢？从孝顺父母学起。这是佛在本经。 加好南的，不好父母，罪过已经尽当了，再杀害父母，还压得了吗？啊，罪是阿比地狱之罪。所以这两个大神义正言辞，言语非常严肃。啊，跟阿史舍王讲，自古以来，听讲有王子贪夺王位。 杀害父亲有篡位，母亲无干涉，政款啊，跟你独出捐款无关系啊，无听讲啦，杀害母亲的啊，我一句话讲，你这种行为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开端啊，这得了。乌察里奖，就、這个察里在印度。 啊，古早时代属于王族、贵族。印度自古以来阶级制度非常严。啊，差哩是贵族、皇族、波罗门。啊，因现在未来讲的是地势分子。啊，地势分子的阶级啊，在社会上进有地位。 那么，其余两种地位比较较低一点啊，啊，这个是从属于商业的，这个是农民，因在古代印度社会内面无地位啊，就是咱一般讲的奴隶那么，出地的是贵族。那么，这两位大臣呐、啊，对于我是王志讲。 啊，讲你即种行为呢，污染了贵族那么这在差地二是重大污点，心不忍闻啊。啊，讲阮不忍心听到即个代志，不忍心看到即个代志，是单独罗啊，单独罗是罗列啊，这是罗列行为。 唔办理无名利的人，即款的人，就做出即款代志。地势混主贵族，受过好教育的人，不哪可以做出这种代志呢？啊，国王今日执意要害表亲，那么即神主拢愿意离开，啊，唔愿意呢，都在跟你所以即两个人。 讲完之后啊，啊，因为国王的手顶呢，提着剑要杀害伊的苗亲，那么因的手啊，就持着一剑，啊，这边讲，这边退出来，都不离开了。使吾昔时家暴荒基，故基薄言，你不为我呀？啊，这里基薄是也小弟呀。 也非常有聪明智慧啊！当时这个欧姓小王子无惊别行啊，杀父害母也唔惊，毕竟有善待之也惊啊，惊众叛亲离啊。啊，一边的人拢走了王位就了了，那也王位都保不掉了。 啊，一直惦记个啊，所以呢，当时呢就真惊怖。伊要求的口气讲：“难道啊，恁无爱搁在对我啊，无爱搁在帮助我吗？”基博、毕言大王信目海表、啊，这两个人搁在心中也看过。 只要你无加害于标亲，啊，我們可以再继续帮助你啊。如果你要加害于标亲的话，呢，我都不愿意对你了啊，我会离开下弃这个国家。王文初日参会求救，这边下家拒不害庙，这下是违背。 啊，实际上以考虑一本身的利益啊，所以呢，啊，都不杀也没有钱了。啊，这个内官啊，这个内官就是宦官啊，中国人工太监啊，宦官这么高大啊，这个太监必得清江。啊 不能秀出，那么介个母亲呢，幽禁起来；介个父亲，赶快唔准伊跟外边的人接触。啊，这段经文啊，宣读大师直接甲咱讲是禁庙言啊，这一段事实真是非常不幸啊。 尤其是发生在宫廷内面，古今中、這個、外的宫廷政权夺利，拢无例外。在历史上，咱看到真多；在现实社会内面，咱也时有所闻。现在讲权力斗争，甚至于不得任何手段。 国王伊胡林做遮里大在变故啊，这种变故伊在过去从来无想到啊，即使读历史啊，观察现前真侪权力斗争啊，毕竟无发生在家己的心上啊，艰难体会。 这一处是自己亲身遭遇的所以体会非常深刻啊。样佛说的这个世界叫恶作恶事，做恶到了极处，无好留恋的。所以人在大苦难当中往往一旦境界回头，境界肯回头，境 要求佛指导伊啊，处理苦恼嘅方法。前面甲注意报告过了，国王夫人啊，甲佛过去平常往来真密切，也常常听佛讲经说法。各既无遭有苦难，听了也是耳边风啊。 啊，即去听，去去处理，啊，无得注意，啊，无在意。我只过讲，听是听了，也好去护法，但是不得受用。现在做无聊，苦难心情无共款，求学的态度也无共款，是为提希，必。 忧悲意，愁忧交悴啊！那么王修啊，伊个颈干紧起來啊，虽然呢无甲抬起，改关起来啊，伊非常忧愁啊。这忧愁嘅原因相当复杂啊。当年呢，最上忧愁嘅是伊个丈夫。 啊，伊昂塞啊，从今日开始呢，无人搁再甲国王啊偷偷送物件去互食咯。换一句话讲呢，因若无食呢，决定无不外久啊。那么，这是一最牵挂、最忧愁诶所在啊。可是即码连伊家己啊，也比。 尽在深江当中，无可奈何啊！那么这个时尊啊，那么在这个江里面啊，要向地多扩山为服作孽，立作誓言。如来世尊在世之时，行欠阿兰来慰问我，我今求忧。 世尊威重，无有得敌。观见木莲尊者阿难与我相见，作是语意，彼却乌类，遥相分离。那么看这一段啦，在无可奈何的时候，才想到释迦牟尼佛在城外啊，在极多苦山。 啊，中国人翻作灵山啊，灵鹫山啊，这个鸡头骨山呐，是灵鹫山。那起一般讲灵山，佛大在吉大家。那么就向就这个方向啊，礼拜啊。那么礼拜当中啊，当然有脚斗啊，这个斗呢。 咱像一般讲多过了啊，在福的这个面前啊，那么关注己的心声。过去啊，福袂当亲自来的时候啊，亚兄兄派阿兰啊，那么来问候国王夫人。 啊，现在呢，一做有这么大的灾难啊，想想的世尊为的真当啊，唔敢要求佛亲自来慰问啊，只希望佛会当派薄见廉派阿兰啊来改见面，伊都真满足了，心内啊，觉、這个愿望啊，安尼角度啊，向灵山礼拜。 味根条茎，那么以这个角度啊，对讲发这个心愿啊，然后啊，就摆落去，啊，那么桃要不芽起来，啊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已经实现在你面前了。你是这尊在地道扩散。 帝维提希心之所念，即刻带目建莲，以及阿兰从空而来啊。那么佛从基多苦散末以往宫出，啊，我就是讲底下无去啊。那么出现在即个王宫了，这一段啊是讲佛早就知影伊诶代志，啊，即、這个时候派了目。 连尊者、阿难尊者，第七条摩尼佛自己以神变的方式出现在皇宫。啊，那么佛亲自到迄个地方去，必定是大书一面。为什么呢？小书啊，未惊动佛本人的啊。那么佛一去好法心。 拢跟佛到皇宫内面去了啊！这护法神知影佛到迄搭去，一定讲经说法，即个机会难得，爱亲自去听。是为提希，利益举调，见世尊释迦牟尼佛，心知金色。 是碧波莲花，木莲是左，阿、啊、然是右，释还护世诸天在虚空中普度天花，慈养供养，这个境界非常壮观啊，这个讲出感应道，高不可数矣，是为铁衣见佛世尊。 自觉应乐，具心道德，何其幸福。必然世尊，我欲何罪？生处恶主。世尊修有何定因缘，以提婆达多降为灌宿？这个时候，夫人就着回来了啊！伊虽然比定比。 啊，一千个也是甲平常同款啊，心胸扩大，璎珞，见得会之后忏悔心必净啊，所以甲璎珞拢解开啊，居心道地向佛，何其幸福！必然世尊啊，我宿何罪，生处恶主。世尊修有何等因缘，以提婆达多降 惯相啊，提出这两个问题啊，讲我过去生中到底是什么罪业、啊？那么现即的大劫不多的劫啊，也是这款的劫啊。我想想呢，释迦牟尼佛呢，你到底是什么因缘啊？跟这个铁菩萨都做了惯相呢？ 啊，这灌输的亲情啦。世尊甲铁婆达多是直辈兄弟，铁婆达多是阿兰的亲兄弟，啊是灌输啊。到底是什么因缘呢？因缘非常复杂啊，通常佛家人讲四种缘啊，还是从纲领上来讲。 啊，如果那么详细讲的话，这个音缘非常复杂。啊，先读大书的注解啊，那么注意可以自己看，一注的真相释。那么这呀就是在讲啊，这个过去这音缘啊这故事。那么这款呢，真容易看明白。啊，能够再看一下这段经文。 为愿世尊为我共说，无忧恼处。我等往生，不若念菩提作恶事呀、啊。为提希夫人虽然家门释迦牟尼佛啊，伊甲伊诶见过去究竟是什么姻缘？佛家提婆达多又到底是？ 什么因缘啊？毕竟这也毋是伊问题诶中心啦。問心是這個、啊，不以文德的中心是伊真正降悟着，即个世间充满了罪业啊，无愿意在即个世间搁再堕落去啊。这是伊真实诶降悟，所以接到向佛要求啊，求佛解救。 这个广大虚空世界啊，甘、就是、有清净国土啊，所以讲有清净的世界啊，喺、这个地方的人呢，无忧无恼啊，无要求，无烦恼啊，无即系作恶的代志啊，我想要。 找这个地方啊，我愿意要往生到这个世界啊，我无愿你搁再待在这个阎菩提啦啊！你生到一个这样不好的囝啦，那么所以对这个世界，呐、啊，人一般讲经來的来讲啊，真正看破放下。那么阎菩提是指咱,咱这个世界啊，伊无愿你搁在这个世界继续大。了。 啊，这是一个作恶的世界啊。那么世尊在经典上常常提起的恶作恶事啊。那么咱今嘛大致这世界就是经常讲啊，恶作恶事，处作恶处，地狱无鬼作声永伴，都不显足。凡我未来啊，不闻恶声。 不建福念了。那维提希夫人以介家己心内边的观照讲出来，啊，一观梦啊，一什么觉的，啊，这几种心观，是毋是咱家己的心观？啊，那么咱读到这个经文，咱每一个人啊，是毋是？ 他为太虚夫人有同款的心愿，确确实实，在这个世间受过真侪苦难折磨的人，拢醒过来，拢觉悟，觉悟就是这个世间苦。虽然觉悟，那悟未到佛，也问不出来。 啊，也无通啊问啦。虽然讲完了，问题也是袂当解决啊，这真苦啊。那么，咱再看今日的社会，甲魏铁西夫人讲诶话真相应。 啊，那么维特西夫人啊，在佛陀出现在世间这个时代，三千年前，三千年前迄个时候的这个世界作恶，比咱现在轻得太多太多。啊，但是迄阵啊，维特西夫人啊，伊就感觉这个世间啊，这个作恶不鲜了。啊，但是比较咱现代啊，迄个时阵啊，轻太侪了。 啊，卖讲到三千年前这么远，简清啊，咱民国以前啊，清朝距离咱今嘛不过两百年啊，咱今嘛中华民国啊，高足五年啊，那么这两百年前，迄、那个时代，迄、那个时候民风要相当淳朴。 啊，那么以前李老师讲了这个故事，是真实的啊，都、就是年轻的时候啊，清少时代有一个地方，一个囝呢，还要父亲啊，都、就是杀害也个老伯了啊，这是待遇不多，在当时呢，这是大事。 报到朝廷去，那么朝廷降级处分，这个地方的官僚就是管，像这般讲官长，克职查办。啊，以前地方做官的不像现在，现在是民主，啊，老百姓是主。以前做官的叫北母官，啊，那么在做官呢，啊，做这个。 地方的百物啊，作之君，作之亲，作之师啊。所以呢，古代做官的人有这三个身份：，君是领导人啊，你要领导个地方老百姓啊，是个地方上领导人啊，是老百姓 啊，是老百姓的老师，啊！你要做模范好款啊！你要教导伊，你要拥有伊啊！所以地方官的责任非常重，啊！那、啊、么出这个大逆不道的人，那么这条丁啊，干罪了啊！你这个官长，你这個官是安怎做的？啊，这个地方的老百姓你是安怎搞？来教出这款的人。 啊，所以呢，当时这个馆长被铁籍查办啊。那么管定定面是省长啊，在清朝的时代叫孙户啊。那么孙户呢，帝国修炼带处分啊。这个处分也不够，以前城池啊啊弄城墙啊，皇帝下命令啊，这个地方嘅城墙呢？ 铁一钢啊！表示这个地方呢，出了这个派人啊，这个派人啊，台系老白啊。那么这就是讲啊，这是对这个专官的一个体疗啊，这么严重。现在咱看报纸啦，看这个公布里面啊，世界各地待遇不多的人真多，愈来愈多。 好亲像也唔是新闻啊！所以今日社会风气甲以前袂当相比不但甲古早时代袂当相比，甲三十年前都大大不相同啊。那么现代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实在可怜啊！莫看物质生活比以前比较富足啊，精神生活非常枯本啊，最大的痛苦是无安全感。 这一集时间到了，那么咱就报告到这，下面下一集再继续向大家报告。多谢大家收看，阿弥陀佛。